来看五二零总统就职的日子，全国小英子优惠总会依照往例进行全台大串联的关怀活动。中华小英子优惠同款是来号召着企业团体甲个人来响应这个年度的公益活动。伫个五二零总统就职的日子进行，彰化县小英子优惠依照往例举办关怀活动，关怀现场接满爱心民众，主办单位同款准备了丰富礼品。每年都要做那个三件事，第一就是五二零的捐血活动，第二寒冬送暖，第三味道军警，这我们彰化小英自由会都做出很好的口碑啊！我希望我们小英自由会能够继续延续下去。今天非常感谢很多赞助者，也有还有很多来义诊的啊，中医来正义诊的啊，还有很多群众热血的民众。公益关怀活动，唔呐，民众爱心满满排队等关怀。中华关民进党籍的立委马东爱共享盛举，呼吁乡亲踊跃参与，更加感谢主办单位的用心。我们小英之友会啊，是我们蔡英文总统最坚实的这个后援团体了哈。那不仅关心这个社会国这个国家大事，然后在基层也关心啊这个社会公益了哈。那每一年都定期做这个办理捐血的一个活动了哈。那在这边也感谢所有来响应的民众哈，所有的乡亲啊，捐血一代救人一命哈。中华英哦，今天是咱的小英之友会举办捐血活动啊，看到非常多的乡亲哈一起来响应这样的一个活动，捐血一代救人一命，欢迎大家一起参加响应公益活动。中华小英子优惠也在现场安排中医师代替民众义诊，民众在关怀做爱心的同时，也可兼顾家己的身体健康。中华小英子优惠赞不赞？赞！多张新闻，中华彩虹报道。